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多人听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沾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真欢喜一个甲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下晡时两点啊，甲四点，依然有我。那么阿宏，那么甲咱网友观众吼。来做阵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了吼。来，咱这个无所不谈吼，今日又搁增加吼，那么这个单元吼，因为咱这个南投啦，吼地动，那么白沙造就吼。那么的时候呢，差不多20分，差不多20分，哈、哦。这个六公里就是长六月初二，哈、哦，六月二号。那么地动，吼、哦，足激烈的，吼、哦，这个摇晃呢，差不多30多秒，哦，30多秒了。啊，你唔通看这个30多秒，吼、哦。敢那一个死啦，吼、哦，也唔知几个人失踪失踪，我再看卖吼、哦。那么信义乡碧石山走山，用起大规模的这个白沙走石，犹如啊，吼、哦、灾难的这个电影真实版的，玻璃顶、玻璃公路
山壁放落，哦，也是那呢，侵蚀到五十公尺的这个道路，哦，也是那呢，砸毁掉这个十外台的这个车辆呢，哦，两地瞬间仿佛天崩地裂。驾驶人吼，饱受着这个惊吓吼，纷纷啊来走避。昨个这个地震中央伫个仁爱乡，当地无传出重大个这个灾情呐。但是吼，伫个南平个这个信义乡碧石山个这个山谷，地震个时阵位移骨动。滚落，这个滚落，这个大量的这个土石，用电大概差不多20分啊。虽然讲地动差不多半分钟，吼、哦，也你个想，事后的时阵呢，这个走山，吼、哦，那么长的这个地动的这个。镇中央伫个仁爱乡，当地无传出一个大个即个灾情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根据个时阵呢，碧石山一公里个即个台21线道路顶头有数台个即个车，哦，赶紧个时阵停住伫观望呢，民众摕起手机啊，都来翕啊，翕什么呀？迄即个土石崩，诶，即个惊险场面啊！伊直直讲，吼，好亲像灾难的即个电影啦，根本就是特效啦！吼，伊也搁会讲特效，毋知通死搁会讲特效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有个人就是安尼，伊即摆咧翕翕，哇，边啊搁来啊啦！你甲想，都走袂赴啊啦，看伊搁算过，啊！好闲的人就是安尼生，吼、哦，要我就搁走较远个啊，对毋对啦？我咧甲翕。那么一边翕一边感觉讲地面吼、哦、小小块块吼，爱、哦、震动啦，耳孔啊吼，啊搁有听到吼、哦、零零星星伊个即个扎实的即个落石个即个。滚动声啦，信义乡，吼、哦，台16架线顶坎段的这个道路，有大小，敢那轿车的这个落石吼，哦，拢直直落来，拢直直落来，被挡住去路的这个驾驶人看到安尼难呢，吼、哦，心有余悸啦，哦，心有余悸啦。台14线波武公路65公里的这个所在，接近观音瀑布的这个所在，的这个山壁，吼、哦，放落大量的这个碎石，啊，甲的孙子呢，土，吼、哦，顶顶遮，吼、哦，也讲歹的孙子呢，十外台的这个车辆啦，你甲想，啊，迄要找谁讨啊？嘿哦，迄都爱请求国家赔偿，我看伊啊真拼嘞，吼，伊啊真拼嘞，吼。这个范围大概50公尺长呐，造成沿路塞车，吼、哦，长大概10公里，你甲想看麦啊，吼、哦，交通一度啊来中断呐，记者敢若会当用机车冒险啊来。到头前啊，去咧采访，廖姓的民众伊伫咧讲啦，伊为台中来的啦，发觉讲头前哦有落石，伊就赶紧停车，但是吼、哦，前啊吼，这个挡风玻璃哦，又原被哈弄一个哦，吼，去弄着啦，弄一个，当时吼、哦、真正伊真惊，啊个还好咧，吼、哦，及时啊来。逃出安尼，好咧！加载一条命，搁报掉的吼，
也那无明年的今日，就是我的坐骑了。行到会顺安尼，吼、哦，面啊青顺顺，吼、哦。所以你甲看，敢那这个相片哦，这个相片哦，敢那这个大照吼、哦，你甲想，一两三四个，差不多十五台。十五台的这个奥多麦的面积这么大，吼、哦！我看这块石啊，吼，这个会当出石材。我甲看这个石头吼，会当出石材啦。但是我看这个石头吼，唔是真高贵的这个石啊，唔是讲像迄人大理石啦吼。这是一般普通的这个石头，但是普通的石头吼，这嘛会当做石材啦。我相信讲吼，这若是处理单位吼，是讲伊这嘛无法度安怎讲？伊这去有挡有去挡到路啦。你也看伊个边啊，这个电线条都去弄一个跩歪去啊！你会想？所以吼，这若时间吼，这爱绝对爱真紧，真紧都甲拍掉去啊！啊，无若无吼，这个石头，我认为讲真可惜。这个当做石材，这个当做石材哦。这个、我看，这会使讲伊个嘛立方拱手啦。这真大地，这真大地。吼、哦，这石头吼、哦，若要做啥物啊？大人物啦，还是讲啥物？哦，诶，真正袂歹。我看这个石头会当来做迄、那个。哦，这是阿宏看这个石头哦，会当利用，哦，会当利用，这是啊，我的这个看法了，哦。过来就是讲哦，有够恐怖的啦，吼、哦，石头敢那咧落雨，哦，啊一挂的孙阿那吊客吼，恐惊已经被瓦台啊啦，你甲想看麦？来，咱甲看。那么，性命对家己到南投溪谷钓鱼的这个钓客，哇，真个实在是唔钓时机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因为昨我咧拜哩，吼、哦，都休困咧。啊，大家是讲好啊，盈盈啊，无就来南投遐溪谷的。我听讲吼、哦，这鱼啊吼、哦、真大尾呢，啊，佫真好钓。吼、哦，啊，都那凊彩啦，大棍也好啦，要是讲的时阵安尼啊，啊一挂的时阵啊，凊凊彩彩啦，喇叭伊嘛好啦，啊都食哩，哦，食鱼啊，讲真贪食，听讲是安尼啦，啊那有影无影，好啊，啊不都礼拜四啊，我、哦、来去啊钓看卖啊，哇，一个起个拄啊好，吼、哦，唔钓时间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结果的时阵安怎来？咱进入内容，啊，咱来甲看卖啊。那么，拄则咱伫个讲的，姓名为家己到南投溪谷钓鱼的这个钓客，拄啊好拄到什么？拄到陆空里大堆档啦，就是六月初二涨嘛，对不对？大堆档。吼、哦，安尼一阵啊，落少的这个雨，吼、哦，轰隆啊，就落来啊哩。三十五岁这个钓客杨玉成啊来失踪，可能遭受个瓦台啊啦，哦，搭即马搭，吼、哦，大地震发生的时阵，杨家福、杨玉成、杨玉成兄弟啊，吼、哦。伊叫做林东德，伊叫做田大光，四个人，吼、哦，就是所以讲钓客啦，哦，正拄啊好伫个南投德山镇平顶里水龙瀑布顶头，吼、哦，深山野溪，而且来咧钓鱼啊啦，突然间，吼、哦，天摇地动，大片的这个土石就崩落来啊哩。吼、哦，这个田大公、杨家福，赶紧秘入去石头旁的这个所在，
渡过一劫。啊，那么这个林丹德被石头吼，好啊，好咧加载啦，迄个石头吼，拄啊，唔是对顶头落来，呾顶头落来挨我，细啊粒啊，安尼，就甲你弄落，我看头壳都破去啊。拄啊好个时阵，安尼，伫无外远，一个石头拄啊沉落来哩，吼、哦，落落来啦，吼、哦，啊拄啊。去甲讲一个吼，受伤啦，吼，讲一个受伤。啊，那么杨一成成嘞，都无看啊哩，都无看啊，人都唔知走倒去哩。哎呦，可能哦，迄挂的时阵啊，石头啊吼落来吼，一定是去予石头啊底内面啊啦，但唔知要安怎，对不对？前代讲形容啊，沿溪的这个山壁就亲像讲发生爆炸啦。顶头哦，的这个山坡不断哦，飞沙走石啦，吼、哦，安尼石头直直落落来啦，亲像哦，石头咧落雨同款啦，吼、哦，真恐怕，真恐怖啦，吼、哦。这个田甲杨的两个人哦，向的时阵啊，警消防那么报案的时阵，啊来救救啦。啊！林东德无外久就获得迅速赶到的这个直升机吊挂，送往的时阵啊，德山秀全医院啊来急救，搁再转回嘉义连夜啊来抢救啦。但是杨一成却无影无踪啦，但唔知走倒去嘛唔知啦，吼、哦，有可能伫石头的内面啦，啊要安怎？啊要安怎都无法度咧，即马人工。嘛无法度，对不对？空手好鞋个，啊，无在等啥？啊，等看有派一挂搜救队个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嘛都爱有迄落啥物嘿啊？有迄落啥物怪手嘛？爱有啥物土疙瘩车哇？啊，这哦，这工程大啦，较紧个救人重要啦，对不对？政府哦，你嘛该赶紧想办法去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那么有迄啥可能比？台的这个开床的啦，吼、哦，伊变成一堆满土石，伊的这个岩石吼，伊的这个斜坡超过60名，伊的警消啊来搜救，找无效啦，找无效，安怎讲？你着知影，这个形容就是讲顶头的时阵安尼啊，石头那落雨的落来，你家想看卖啊，唔免讲啥啦，敢那地。莫讲第四啦，敢若讲就讲死啊啦，你讲对啊唔对啦？所以吼、哦，这会使讲无救啊啦，真正无救哦。那么因为无大型的这个机构，难度非常的这个悬啦，吼、哦，入夜了后实在是真危险啦。大家你都知影，厝的拢有某仔囝，对不对？啊，佫暗时啊，嘛无灯，嘛无火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安怎？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头人就宣布讲来收工啊啦，对不对啦？等头面啊，再佫想办法啦，无要安怎、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被迫暂停啊来搜寻啊，啊，你佮想？好啦，讲到这来，咱休困，哦，听两首歌，稍等下，啊，再佫回来啦。来，妈妈，歌星。人若问你甲我两人到底啥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妹，不敢讲坦白。虽然是一直暗藏，心中感觉真难过。因为我惦在歌单，最需要是我的。人若知我有如你。黑头又吃多，恐惊。
天的落花，名声飘飘坠落地。境内造成无聊的命运，满面的胭脂水粉，打扮当青春。上舞台表演歌唱，引人泪痕笑纹纹。因为我站在歌坛，靠艺术赚钱无惊来，相依为命，落苦无疑论。那条怨叹无情的浪君，每日心肝乱纷纷。一唱已经早我等，亲像来请用女儿，不愿靠别人。孤身亡离开了后，将着爱情拢全放。因为我站在歌坛，有能力在我等。期待着美丽前程，相信有好梦，用心栽培努力的清香，是我一生的愿望。
爱恁孝心，尽管一变，三年小赛变无。受你支配，父女骂你无情手段，对阮表现，我叹一声门窗破。
后来咱继续搁转来现场吼。咱即马说这两个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那么下晡是两点啊，甲四点，由阮由小弟阿宏陈坤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啦吼。那么咱今日这个无所不谈吼，啊，加一个单元造出来吼，因为这个南投啦，哦，南投长大队长，结果哦，这个讲要去南投，伊的这个登山呢，吼、哦。也和石头啊，哦，啊背来啊，哦，牵一个怎四条条啊，哦，怎四条条来。那么从南投的这个6.3的这个强级的这个地震，嘛和嘉义阿里山一尊天摇地动，当时伫个。水洋森林爬山的这个一名老姓的这个登山客，不幸啊，遭受到这个落石，吼、哦，啊来牵着呢，吼、哦，啊来惨死，因为吼、哦，迄落来吼、哦，都一粒石头啊，那一粒仔囝，你甲看遐远安尼落来，看落到下面，力量看偌大啦，迄落去到地，踏脚破去哦，啊。那么伊个这个遗体已经运回台南的这个老厝的所在了，吼、哦，家属吼哀痛欲绝了。当时吼、哦，甲伊斗阵去爬山的山友吼，嘛拢来到灵堂进来，灵堂前啊，啊来吊祭了，哦。想起讲地动迄个当时哦，伊这个画面哦，啊，阁是心有依归啦，心有依寄，吼、哦，依寄啦，嗯。啊，那么昨南投规模6.3，伊这个强烈的这个地动，吼、哦，溪头这个妖怪村传出有一名69岁，哇！人讲哦，这个歹狗哩，吼、哦，咱哦，细小吼，上惊这个狗啦，吼、哦，69的这个男子姓牛啦，牛三撇的牛啦，吼、哦，名号做清凉啊啦，吼、哦，在这个地震发生了后，被发现倒在这个明山别馆的这个后面啊。哦，头部重创，哦，嚯、哦，安尼血水啊，浸浸流，哦，送到台中当综合病院的时阵，昏迷指数3，情况不乐观。今日透早2:02宣告不治死亡。南投3个月2个。强烈的这个地动，拢是伫个同一条合作的时阵呢，这个蒙登站啊，蒙登站啊，哦，盲断层啊，哦，盲断层。昨发生的这个南投6.3大地动，目前研判应该是921大地动了后。伊的这个能源释放，不过由于最近几年来南投吼强烈的这个地动不断，尤其是3个月前才发生3.27大地动的啦，吼、哦，搁再来到昨6.2地动，而这个正中央位置非常的这个接近。而且吼、哦，
这个规模同款，拢是六左右了。因此，专家初步研判，真可能是同一条这个网段展所引起的啦。那么，另外嘛，呼吁啦，几个月内还阁是可能会发生六以上的这个强烈地震。民众吼，袂当大意啦，吼，啊要安怎？你讲啊，啊叫人讲袂用个大意，啊无你是要安怎？敢若王讲个哪有效？哦对唔对啦？啊你若安尼先，吼、哦，这个专家是毋是有专家无？啊专家咧讲个嘛无一定对，吼、哦、啊王定定伫个讲个哩，是毋是安尼？这都爱安怎？这都爱政府啦，赶紧来调查啦，是毋是讲哦，亲像？啊、哦，大了诶一挂吼、哦，啊就赶紧哦，迁村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安尼上安全啊啦，对不对啦？卖踮诶南投嘛，吼、哦，啊嘛卖踮诶嘉义，就过来这边啦，对不对？看是要来台北啦，吼、哦，要是要到台中啦，是毋是安尼先较安全啦、啊？吼、哦，诶、欸，阿宏诶建议是安尼啦，啊无你讲遮错，你讲啥物专家啊？踮诶咧讲。讲要从啥个啊？对不对？哎，要实行个，对不对？都爱政府唔才有法度，是不是？啊，啊无你讲爱注意民众，袂当大意，对不对？啊，袂当大意，你要安怎嘛？什么时阵要动，都一个知影，对不对？啊，厝一只，无你要哪要叫阮搬哦？啊，所以嘛，使讲哦，我定下伫个讲，讲归讲啦。听归听啦，爱实际啦，哦，你讲对唔对啦？啊，你若无实际，讲敢若咧讲啦，人讲讲敢若咧讲啦，流浪讲讲啊流浪，哦，对唔对啦？哦，所以嘛才讲哦，新闻看罔看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家己爱思考啦，对唔对？啊，防报罔报嘛，对唔对？那你嘛爱去了解一下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？啊，咱到这吼，我看新闻也差不多啊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我看这个是，那么昨六月初二，在中午1:43，南投发生规模6.3的这个地震。镇中央伫个南投县仁爱乡，深度差不多10公里啊。各地最大诶，即个震度分别是分林六级、台中、南投、彰化、嘉义5级、高雄3级、台北嘛3级。当然啦、啊，有关即个级数提供予大家。啊，那么来参考啦，吼、哦，也咱报这个地震无就到这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全部结束，啊，其他小等第二个单元，这个阿宏哦，健康漫谈，啊，咱再个见面啦，好、哦，再见，拜拜了，哎呦，我那才这。是输，什么是赢？袂吃。